你看他吃出来了，吃出来了，你站过来，等姐姐这边的呀，你站在那里看不见。你得尝。哎，你吃辣哈。东西了。那怎么？他吃什么？杨姐，他吃竹子吗？他长得，正好啊，儿子。他吃竹子吗？ 他在吃竹子对吧？爸爸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不错，有几只熊猫呀？ 一只熊猫呀！哎，姐姐，走了吗？两只，走了吗？还有两只在吃，走了，走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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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完了呀，我们就是那边看其他的。有两只熊猫在吃橘子。看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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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不？看到了，你好，你呢？ Hello， 跟他打招呼，兔兔，跟他打招呼了。你跟他打招呼。啊。跟他打招呼，肯定可以。让他们好好吃饭。吃饭的时候要认真吃饭。不怎么懂你东西咯。嗯。你说你，他不像那个小猫小狗乱熊一样就。哦。看嘛，说要认真吃饭。看认真吃饭。